女儿反草，等到老子睡觉，把你们我干了。这里荒山野岭的，我外面还有那么多兄弟，看你能跑得掉吗？后来我绑住干什么？对吧？我害怕呀，我也害怕呀。现在法治社会，你们那么嚣张，明目张胆的敢来抓人啊？发什么法啊？在这里我就是王，我就不法。啊你良心被搞错了、就是啊，贩卖自己的同胞，现在可是法治的社会。我跟你说，你就跟我说法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这门就打不掉了啊！连我们人贩子你都敢绑，你们是找死！跑不掉，就算跑不掉，我们也要跑，给你献生机，要不然就在这里等死了啊！是啊，你更乖乖的被我卖，还有一线生机，你这样出去豺狼虎豹全部把你们吃掉，连家都没得剩。豺狼虎豹，那就等下我们就把他扔出去，让那些豺狼虎豹把你吃掉。什么掉？要是杀人不犯法的话，我废你妈的心出来看一下是不是黑的。对，我还想把你抽你的筋，扒你的皮都不解恨。卖你，要不就这样啊，把我放了，我也把你们安全送出外面去。放，大家相安无事。把你放了，你有想过放我们吗？有想过我们的父母天天一泪洗脸来到处去找我们？对呀、放你们放虎归山吗？让你们再去祸害别人是吗？就是。想的真是美好，我们才现在多好的年纪啊，18岁，就被你们来到这种地方来。我们老大说就要你们18岁啊，老了不好卖啊，这不关我事啊，不放也行啊。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赶紧打电话报警，看现在有没有手机，必须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别报警，我没有啊，怎么办？这里有一位。那个手机是没电的、没电还有10%的电呢，快点报警啊。打不了啊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
我跟一个女孩子被抓了，抓到这个，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啊，你们赶紧来救我们啊。对，那个人贩子被我们制服了，不知道外面还有没有他的同伙。哦，你们赶紧的，赶紧出去，你们按照这个手机定位过来，我把定位打开。好好好，师姐啊，啊，定位打开先。干嘛啊？你想勒死你自己是吧？啊？不想啊！求你了，放过我。现在放你，必须让你接受那个，必须让你去楼里吃白馒头、采缝纫机。对，你必须这样的绳之以法。晚上去到楼里面好好交代，跟你人说，之前被你们卖掉那几个女孩子，就是让人家退退快。对，早日回到他们的幸福家庭里面去。那些不知卖了多久啊，连小孩子都有了，把手都掉下去。丧心病狂的，连小孩子都不放过。赶快，不行了，现在我们必须逃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要不然怎样啊？同伙进来就完了。对呀，那把枪用。别啊！我们等到听到警笛声，我们再出来。